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的数位多媒体学位学程，然后我们这一组做的是 2D 跟 3D 动画的结合，然后我们是希望可以借由帮助别人然后得到回报，以故事为主轴，全球我们利用气球还有花朵贯穿我们整个故事，然后这是我们的周边明信片，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观，我们在青春博二也有展览，谢谢。哦，那是我们的开幕酒，嘿，每一组都有，嘿，要展览给大家看的，嘿，对。大家好，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学位学程，我们这组的作品是《三五历记》。那我们《三五历记》呢，原本是三国时代一个徐整的那个写的一个文字技术，但是它经过历史的潮流之中已经消散遗失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现代的现代工笔艺术家魏涛老师，他做重新的整理，然后制作一幅那个就是画作。他做了一幅画作。然后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数位加值应用的方式，将这个画作做更多的宣传，以及让一般民众也能够了解中国传说神话那个故事。然后这是我们的作品的预告片。它有点历史，它原本是以前古时候口口相传，是那种像盘古开天辟地这些传说，然后由三国时代的徐整去整理，然后之后再由现代的工笔艺术家老师去做画创想象的画作。就这个故事是有点那种半神话，但也有那种历史故事的那种结合。他是在讲那个皇帝的故事，就是从以前盘古开天开始，到之后那个三皇五帝，就是每一个神的那个故事跟由来，就是有点像在那个创世的故事啊，就是为什么大地是怎么出来的，然后为什么会有那个礼制礼作乐之，还有文字的出现，嘿，又是神话，嘿，对，我们把它做成数位的网站，会动，像这个我们把它就是每一个图案都有个动作，然后我们只要点击的话，如果就是因为它每个图案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那我们只要点击的话，它就会叙述这个故事的内容在讲什么。对，影片会动，就是动画跟叙述，就是水墨，然后传统比较文艺的那个，民俗的那种风格。因为卷轴很长，所以我们是分三个段落来制作。谢谢。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的数位多媒体设计学位学程。那我是林继轩，那这是我的组员敏涵。嗨，对。那这是我们的专题作品。那我们主要是做瑞丰夜市的行动导览。那这方面就是可以用 iPad 直接去用，智慧型手机也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在电脑网络，就是用一般的网页都可以执行，都可以找到它里面的很多的资讯。那我们主要是介绍里面的摊位，那这个很多资讯都是可以从上面去取得的。那所有的好吃的我们都会帮他记录，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不用，就是很适合在地人，也很适合外地的观光客。那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操作影片。我们又拍成操作影片，就是可以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不懂得怎么使用操作，都可以从这边看。对，那这边有很多东西，那其中这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角色，只有三个主角，就是我们在瑞丰夜市的角色，就是美食专家。我们用借由他们三个角色帮大家介绍这个整个的导览。那这三个角色分别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美食来做的，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章鱼烧。章鱼烧就是取那个名字，它的烧是很烧的烧，但是它就是我们的那个章鱼小丸子。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烙鼻就是橱窗卤味。那橱窗卤味的形是长这样的，它就是方形的这样，对，
也是这样子，它有很多的形态来展现，对，它就是很活泼的样子，就是很夜市很风趣。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岛糊，岛糊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夜市的很有名的臭豆腐啊什么的，就是那一系列它是代表人物。那用他们三个来帮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引领大家进入那个整个的导览这样子。那我们只有很多的周边商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做，然后我们就是要推广就是整个的那个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这样。看岛湖吗？你是说？这个的话，一进来是美食专家的介绍。那这个章鱼烧、岛湖跟 lobby， 对，看他们的样子都可以知道。那这个的话，它就是驻店的代表，就是比较资深的，在瑞丰夜市待比较久的，他是那个角色，他就是引领大家进来这样子。那这个橱窗，不是橱窗卤味这边。他是一个小孩子，他代表是比较可爱的，他是一个美国来的小孩子，他可是他是混血儿，他在台湾，他觉得台湾的夜市非常的有趣，对他喜欢，对，就是他是小孩子，对他非常的可爱。那岛湖的话呢，因为岛湖是臭臭的，可是他却非常的有吸引力，就是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吃，所以我帮他设计为魔术师，就是把不好吃的，哎、欸，我印象中它是臭臭的，就变得好吃，是美食这样子。啊，我们的瑞丰夜市真的很好玩，而且靠近高雄巨蛋那边，就是那有一个很大的地标，对，那旁边也是邻近的，有些学校什么学区啊、商街都很方便。那停车的话，旁边也都很多停车格，就是大家哎、啊、也有免那个里面收费的啊，免费都会有。对，所以那大家真的可以去，而且它非常的大，很丰富，什么都有，食衣。除了没有住之外，对。那边我们的那个导览的话呢，是我们是帮大家就是找到一个，就是我们有先帮大家规划出什么比较好吃。如果你是外地观光客的话，你一定会找一些资料嘛，你不可能来这里就是随便这样看，你一定会找资料。那你过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说，哎、欸，我们的东西哎、欸、有介绍，哎、欸，这个好，我不用再花时间去找哪一个好吃不好吃，还要尝试，然后万一不好吃的话就不好了嘛。所以我们一定就是看，哎、欸，这个已经有人去吃过，好吃，而且我们都是亲身体验，我们亲力去吃，帮大家介绍这样，对，嗯。那这边就可以再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这边是所有的摊位。哦，还有是。对，我们把它汇整起来，比如说这是吃，我们也帮大家汇整起来，吃亮起来的就是都是吃的。你只要选这样，这个就是第一排红色的，我们就第一排。哦，我们知道第一排跟第二排很多吃的，那我们就点进来，点进来之后，所有的吃的我们都帮大家列在这边。对，那你就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喝个冻柠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招牌？然后点开很多店家资讯，以及我们帮大家规划的美食飨宴，就是都可以看。对。那有很多，那每一个都会有它自己的功能，那这个都是大家都可以用，那不知道路的也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交通指引，马上就一清二楚。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我们一般在讲的那个 APP， 就是手上来，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用网页的方式去执行也是可以，但是就是可能比较不方便，就是大家需要有网路，但是应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人都会有网络这个东西，所以是方便的。对，那店家资讯的部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从摊位去找，我们可以从店家资讯。那这是三个角色的帮大家详细的介绍，你要什么类别就找什么样的人。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帮他归类，你今天不知道吃什么，那我就想说好吧，不然吃个排餐好了。我点进来排餐，我就把瑞丰夜市所有排餐的店都列给你们，让你们做个选择。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店家去推广他们的店，就是曝光率会高。那另外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边有夜市真好康的部分。那因为目前我们是模拟的状，就是模拟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持续去跟店家洽谈什么的，所以我们的那优惠券都是模拟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合作，互相合作，他们就可以借我们的行动装置，然后去列印下载给店家，就是做这个优惠的配合。那这都是很方便的，然后就是折价什么的啊，就是可以让店家有搭配的那促销方案。那特约上的部分也要，就是我们招兵买马的意思。那跟我们一起结合之后，整个店家跟那个瑞丰夜市就是很 OK。那大家都是可以有更多的福利。
对，就是对。我们做这个周边商品，一开始就是想很多，因为怕做出来的没有我们预期的那样。然后一开始我们是做这个耗费蛮久的时间，因为它里面对全部都是手工的，然后里面我们都是自己选牛皮纸下去，然后里面有做一些就是样子，然后还有这个娃娃也是我们自己亲手缝的，对。然后这一本它是比较耗费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做那种书签式的样子，对。然后其他这种的，我们就是做磁铁式的，它可以扣着，然后里面也是那也纸也是我们自己去挑的，然后前面也有做一些样子，对。做完还蛮有成就感的，一开始觉得很少，然后做出来好像不怎么样，对。然后这个是我们是做套卡，然后它是做年历，它就是这种年历的样子，然后后面是明信片，对，就可以双用。然后这是我们想说做一个比较可爱，然后比较普通价格的本子，然后里面也是我们自己去挑纸的，对，就是运用那个再生纸。然后这是我们一般这是没有娃娃的那种，然后它里面也是这种样子的，对，它前面都有那个年历，然后还有捷运站的图，对，然后还有年计划，就是我们是按照就是参考其他的，我们都自己做的，全部都自己做的，对，整本都自己做的。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比较主要是在做一个小男孩跟妈妈分离的故事，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想说，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台湾比较发达的地方，可是其实在国外一些比较不发达的地方，其实他们战争还是持续在增加的。然后但是在对于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这么通讯发达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次做的就是我们在做反战的所有的那个宣传，然后我们是以一段故事来作为宣传整个反战，然后用小男孩的视角去看他对于跟妈妈分离之后一个人在路上的所有经历。然后我们故事目前是做这样的介绍，然后后来旁边这些都是我们的周边商品，还有这花，我们主要就是每天会买一支鲜花来放，因为我们主要故事里面最主要就是这朵花，以这朵花来衬托整个故事，所以来放一朵花在这边。然后还有是所有一些周边介绍跟我们的海报这些，对，这海报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对，消除战争，比较偏向于反战，就是因为我们的 slogan 是战争跟家庭永远都是敌人，然后永远都是战争得到获胜，然后希望就是因为减少战争，可以减少一些家里的破碎。影片最后的结局虽然是比较不好的，就是小男孩已经就是也是过世了，可是他最后我们在他最后设定是他回到他妈妈的身边了，对，还是有完美的结局。